下这个工厂现任老板是哈利，然后他不断的努力创新，他终于开发出一种环保的超级万能凝胶。那在他要公开发表开记者会的前一天，哈利老板跟这个关键配方失踪了，所以观众来的任务就是要依据我们的侦查手册去找出哈利老板去哪里，然后关键配方到底谁偷走了。哦，要找出这两个任务就对了。对，这是我们的创始人克拉克，然后这是前任老板卓尔，啊，这是我们的现任老板是哈利。所以这个这些是历代老板。对，历代老板，工厂的历代老板这样子。对小朋友来说，他可能现在习惯的粘胶、胶带、胶水，但是他有没有想过，以前其实还没有发明这些科技产品的时候，我们的人类用什么东西去粘？然后这边也是去把我们历代来一些重要的发明的年代去把它列出来，比如说1921年发明的 OK 绷这件事情。1921年 OK 绷。对 ，OK 绷这件事情。然后1948年因为刺果上的一个钩状的刺，所以他有这个乔治工程师去申请到一个瑞士专利，就以我们一直用到现在的魔鬼毡。嗯，对。然后还有一个便利贴，1977年发明的一个便利贴。那便利贴它的起源是来自于那间粘胶公司，它一开始生产的那个胶是 NG 品。然后后来这两个工程师发现，哎，这个 NG 品粘在纸上，再去粘另外一张纸，其实在撕下来不会去伤害那张纸。那因为这样 NG 品才去衍生带出 3M 便利贴这件事情。对，那其他我们展场大概是这样，更多的小故事都会放在那个 QR code 里面。对，就让观众参观在学习上比较不会有压力，就是不会整篇都是字这样。然后现在这个粘胶，因为它的发展过程中，它其实多少都会有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那科学家现在都是希望我们要环保爱地球嘛？对。所以科学家开始会投入做绿色粘胶这件事情。像我们高雄大学的钟老师，他已经有发明出一种仿生无缠胶的干式胶带，它的胶带上面摸起来不会黏黏的。但是它粘这边有这个成品，没有这个成品。嗯，对，这个我会再跟钟老师说，看他可不可以提供成品，在我们现场做展示。因为它是计划去延伸出来的，所以它还没有大量生产呢。你要看一下它的手机的内容。所以进来开始刚才说的，哈利老板失踪了，超级万能凝胶也被偷走了。那到底是谁？当天晚上是这些人都还在工厂里面。所以这些人都被列为所以事件关系人就是事件关系人，有可能我们的前老板，前老板有在，然后秘书也在，加班的秘书还在，然后研发中心的主管也在，嗯，然后晚上的巡逻的警卫也在，还有上大夜班的清洁工，嗯，所以他们都会列为事件的关系人。OK。所以五个关系人。对，五个关。然后老板办公室的机密保险箱被打开了，然后现场又留下很多疑点，所以就要配合我们侦查手册去找出这些疑点跟关键的线索。好，所以任务如何去除三秒钟？这个又不一样，是不是？这边就是我们把它营造成是一个被弄凌乱的办公室，办公室有一个杯子被三秒胶粘住了。然后我们就会可以观众去翻开如何去除三秒胶的方法。哦，对，大概会有这几种。那其他的更多的方法一样会写在 QR code 里面，去除三秒胶不会是只有。所以他要带手机进来，对不对？这个我们是没有强制他一定要读。这样子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情况。扫描。但是如果说好奇的话，好奇他可以读。那我们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可以协助他。对啊，所以你现在因为我看你都有 QR code 的话，是不是说应该最好也要有？那个这样好奇心就比较能够解除。嗯嗯，因为现在观众小朋友身上其实几乎都有带手机。不见得。真的吗？但他拿出来手机都比我还好。低年级的都会有吗？低年级的有的家长，你可以拍一下。然后这个如果去除衣服上口香糖，如果我选错的答案，他是不会有反应的。那如果我选对的，他就会抬起来，然后就下面一样会有一个线索。嗯嗯嗯，对，然后那个线索就会写在我们的本子上面。B, 对，那、okay. 如果选错了，它就所以去除衣服上的口香糖，我们可以用冰块。哦，是要用冰块，对，不是不用，大部分都会想要用吹风机，对不对？
吹风机洗这个标签纸。哦。对，那它的科学原理一样，我们保底有写。线索那个线索，那个线索多少？下面写那个英文字母有意义。我不爱钓鱼。这个是哪一种啊？哎，可以帮我拍照吗？拍照吗？怎么掉下去的？等一下。我们这种智商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啊！所以他是拼的，我可以录吗？这个呢？不好弄，不好记录。等一下，我现在在第二关，有五关哎，完蛋了啦，我们已经来不及。录他那个登记东西就好了，我们看不到。这边有三种不同的钓竿的材质，魔鬼毡，然后挂钩，还有磁铁钓竿。所以你拿到魔鬼毡的时候，你要去试试看你的那个拼图块是不是魔鬼毡是可以钓的。那如果你拿错，如果钓不起来的话，表示你选的工具是错的，你可能要用挂钩或是磁铁才钓得起来。笑笑还原，他是秘书啦，秘书跟警卫。你的手册最后一页不是有所有的人？秘书，啊，这个不是也，这是吗？不是，但是他说办公室。哦，是啊。对。可是他已经说没有带领带，所以一定是这个秘书。有可能。他们再看下去。他搞中控室，找到重要的线索。他有说不是秘书。哎呦，救命啊！救，赶快救我！我回去，我们出不去。小鸡，所以我们要上来测试看看。对，要玩这种东西。来这边体验嘛。可以直接鞋子踩在上面踩吗？这么快？要手跟脚要同时哦。你们试好了，你们有穿着试啊？绳子要拉着。拉着，对。等一下摔倒了，拉着。你有没有看到这边阿伯有示范？是生产线准备。这个哈，要等一下。你这个哈，我只嫌你拉不完，不用，只需要玩就好了。哪边不一样？你看。哎，小心。连连看。怎么样？走起来怎么样？很特别。很特别。有什么特别？就这边是粘的，这边不粘，对不对？对。那个太小了。你要去的时候在干嘛？好黏。很黏啊。好黏。这关主要是要做什么？这一关我们就是要介绍第四章突破陷阱。那我们现在会透过中配线上面留下来的线索去比对一下的脚印。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纹路。纹路就是这几个人的纹路，还有可能比对鞋型跟尺寸会有不同的箱子，然后去把他们的线索去综合起来，如果是符合的就画圈，不符的就画叉叉，所以整个综合起来之后，你就会找出有一个人是在不这些的线索是不符合的，你又去多去除掉了一个关系人。2-1 耶耶，好，我再拍。非常有知识的东西，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还可以有那种游戏的感觉，很刺激，然后也很有趣。
那最重要是要，最重要就是学到很多之前在学校不会学到的东西。那窍门，你有没有觉得窍门在哪边？我觉得窍门就是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然后伙伴也很重要，因为伙伴是你自己可能你会手忙脚乱，可是如果有伙伴分工合作的话，可能会比较好。OK， 好。其他同学有没有来 ？Hello， 来来来，有没有补充来来？没有啊。啊，你们合作愉快，来耶！给自己一个赞耶！